家有几只猫？现在还有五只啊，而且那五只二三四五六岁，那时候刚好一年来一只。怎么来的？流浪猫，大部分都是流浪猫。第一只咪咪先来嘛，然后它是在我家楼下，反正就是母猫生了之后，好像是忘记把它叼走还是怎么样。然后我妈早上看到它，想说母猫会来接它吧。然后下午的时候，快要傍晚的时候，又看到它还在那里，因为它连眼睛都没有睁开。我妈想说它那样子在外面应该活不了，把它捡回来。然后后来它就在我们家住下来了。另外一只是在菜市场，我妈去买菜的时候看到了，它脚不知道被车碾到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它断了一只脚。然后在那边爬，我妈觉得它看起来很可怜，带它去看医生，然后又把它带回来，它就变成我们家的猫，就一直在收编演那个啦，流浪猫，一直在收编流浪猫。然后我家的猫一年比一年多只，我妈是猫之神欸，真的不开玩笑欸，我家楼下还有六七只橘猫吧，都被我妈带去结扎了，然后它们现在都是我我妈的小跟班，我妈只要有下楼，他们全部都会跟着我妈，很猛哦。我就是偶尔下去，然后看到那些猫跟着我妈，我就在后面偷偷把玩两下的那个人，他们不太怕人。我也可以下去摸他们，就是下去偷偷摸他们几下。我到下楼，看到我妈在那边跟阿姨聊天什么的，我就会跑过去一起摸。什么是猎物？惭愧想豆豆了。那你知道神奇豆豆为什么会飞吗？这样子没砍到。压到你没喽，弟弟。阴阳啊！妈，猫神呢？哎哎哎哎，很离谱，很离谱哎！不是那台刚刚不是没进度吗？他不是修一修被我踢了很多吗？啊，怎么修完了？好奇怪哦！神队，哈哈，还敢跳雪人啊？你死喽！主播是因为不会剥虾才被收编的吗？不会剥虾收编，赶出去啊！完了，上面那个狗狼过去应该会有一块无敌板。哎，没有哎，这个人运气真差。哈？他居然直接跑掉，他居然没有待板前。我说我没听到哀嚎声。
我家的，反正后来来的猫几乎都是那个啦，几乎都是流浪，要不然就是走，就是走私的猫比较多。就是我们已经一眼就看得出来，它绝对不是流浪猫，但是发的那个寻猫启事也没有人来认领，然后最后就在我们家里。蒂斯亚，感谢七个月，行。也是我妈，你也是我妈抱来的，还不是？养猫花钱嘛，觉得多多少少都是一个额外的开销吧。但我觉得，哎，砍断，哎。因为我真的不敢跟你说花不花哎、欸，要瞎多久？瞎太久了吧，弟弟啊！我觉得看医生是最贵的，其他的真的还好像算是，就算是大家都负担不会到太重，但是生病就真的蛮贵的。因为猫没有健保，它生病的话就蛮贵。小光头想走啊？你也别想走啦！哎，小光头回来！记得我家的猫，我印象超深刻的，那个咪咪，有一次我妈带它下楼。然后，因为他不太怕冷，然后就一堆人要摸他，然后抱他什么的。然后他那次回到家之后就生感冒，生了一场大病。他那时候感冒，然后就一直流鼻水，然后一直鼻塞。他那时候睡觉嘴巴都开开的，然后鼻子没办法呼吸，然后会一直流鼻水。后来我妈就不敢带他下去，怕他又生什么病。完了，哭啊！为什么而何？完了！我觉得这地方好危险哦！换个位置啊！啊，好像死了！哎、欸，他卡墙，我还活着，还好，还好他卡墙。嘿嘿嘿，看不到吧，哈哈。啊，丑婚！咔咔咔，卡枪卡枪！我好像要凉了哎、欸！我凉了，我刚刚是不是应该拼翻这个窗户大翻呢、啊？好像应该要拼一下。